小朋友们好，今天我们和乐迪一起分享蹦蹦系列香橙酷酷。香橙的颜色是橙色的，所以我们的小酷酷的主体颜色也是橙色哦。里面还有小公仔、疫苗变形，这是一款变形玩具，这边有玩法，很简单。把手放到背后，身体按下去，把小公仔放进头的部位，就变形了。变形之后，可以根据面部显示属性决定胜负，能对战哦。是一款变形对战玩具，一套共有四款：香橙酷酷、菠萝帅帅、小果萌萌、集结强强。上期我们拆了小果萌萌，把小酷酷拆出来。接下来看他们两个的对战情况。哇，香橙酷酷是一个很酷的机器人，他的手臂能活动。把两只手放到背后，卡住，身体向下按，腿缩短了，还有这里，在他的头上好像是头盔，合并一下。小公仔装进去，放到头里的这个部位，看好啊，变形啊，完全打开了。它面部的属性就是石头、剪刀、布。特别好玩，绿色的是我们的小果萌萌，先做好准备工作，手放到后面，脚缩短，头盔变冷缩小，萌萌也变一变。小公仔都取出来，哎呀，我们的酷酷着急着要变形了，他想要出来和小朋友们一起玩哦。小公仔准备好，三二一，变形。小公仔都弹掉了。哦，他们的胸前属性都是锤子，所以没有输赢哦。那我们再来一次吧。看看谁会赢呢？行，哦，分出胜负了。小果萌萌是布，香橙酷酷呢是剪刀。小朋友们知道谁输谁赢了吗？当然是剪刀剪布，剪刀赢了，香橙酷酷赢了。
瞧啊，两个小公仔好可爱，他们的表情也不一样哦，他们就像是不倒翁一样，摇呀晃啊，不会倒，而且他们的面部也有小属性哦，也是石头、剪刀、布也能转动。好啦，小朋友们，我们今天就玩到这里啦，喜欢记得关注订阅哦，拜拜。